崔友们，尊敬的微友们，尊敬的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九月二号啊，今天是9月2号，这个文贵直播，这个刚才呢，这个在直播前一直这个有会，事情很多的变化，这个很多事情真的乱了，有点乱了，这个，确实是刚才啊，这个。哎，我太太心脏又不太好，昨天早上因为这个上节目前，我太太呢这个心脏突然间因为阻止我上节目啊，我这大声喊了两嗓子，心脏就不好了，然后躺在那儿特别危险。由于这个专案组把他带走以后啊，他这个心脏呢当时受到了重大的挫折，所以说呢心脏不好。刚才呢我太太心脏又不好。因为这个家里面人呢一直在跟他联系啊，希望今天这个料也不要爆。然后呢我女儿呢这个本来是挺锅派，这是挺爹派啊，挺他爹的这一派。刚才也是跟我急了啊，这个很难受啊，这个很多很多事情燕南也对不起大家啊。好好，我收到了，收到了，好，收到了，明白了。哎呀，尊敬崔友，这个事儿这太复杂了。这个，我觉得崔友啊，这个是天啊，这个网友是天啊。我希望在网友面前永远是真实的，但是家人和员工实在太重要。今天大陆早上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十几个小时前，我们在押的这个员工的家属啊，赵广东就是那个他太太给他暖衣服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高松啊，这个法务部的老总，两个家属呢见了我这个到我家去啊，这个一直哭也不说什么，一直哭。几个员工的家人呢身体都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啊，家属的身体出现巨大的问题。哎呀，这个是非常非常艰难的，这个不放在谁身上谁都不知道这种感受。因为员工你说人家给我打一份工，拿一份工资，信了你这个老板，这个结果闹成了这个样子，你说咱怎么跟人家交代呀？你说这个我曾经开公司的时候啊，最早的时候我的员工这个员工大会的讲话我就说过，一个什么叫老板，我老板就是第一条要给员工发工资啊，第二条就是保护员工的安全和尊严，第三条再说公司企业文化和理想。所以我们公司是情理并重，对内讲情啊，讲制度，对外讲两条红线，法律红线和道德红线。但是现在这个郭文贵这个老板现在已经人家信了我了，跟了我了，这些员工受到了这样的打击和压力，我哥哥全都白了发，我家人女性也都白了发，老爹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老娘现在走道得搀着，妻子心脏又这个样子，女儿也在里边被压成了这肯定阴影无法消散，儿子被里边关押造成了现在各方敏感，所以说这个各种这种现实的结果是无法想象的。从昨天报完料以后到现在呢，几乎大家能看得出来我没有什么睡觉，也睡不着觉啊，这个就是各种消息，各种国内的这个联络啊，前所未有，前所未有。我说前所未有，在这以前的爆料就是王岐山的爆料里面从来没有像这个事情现在是这么夸张，而来自于都是这个公检法武警，而且来自于各个领域啊，爆了天了，简直是这个是无法形容的啊！接着昨天大家看到荒唐的这个事情发生了这么多啊！首先呢，说到这儿，让我这个在此啊，这个严肃的啊，认真的啊，非常难过的，向昨天纽约时间下午大约3点钟的时候，在纽约曼哈顿我的家的楼下出现了两派，一派是盗国贼指挥来的。这个流氓派，
啊，以侨领杨冠军，还有姓郑的这帮人，所谓的侨领就是流氓派啊，昨天公然在楼下啊行凶打人，对这个来支持文贵挺文贵的一位老同志，70多岁的女同志给打倒在地，把另外一个女同志给打倒在地，啊，这个震惊了我们整个楼。昨天我们楼上的所有的。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美国最有名、最有钱人大多数你能知道的，啊，好几个人都在我楼上住，都惊讶了，都来问我怎么回事情，他们不理解中国人怎么会这个样子，真的是把中国人丢到了家了啊，丢到了家了。然后昨天这个我们这个楼上录像啊，录到了一个镜头，就是来送他们的这些来抗议的人，看来都是没有任何身份的人。 在一个白色的黑那个车里边，黑带黑箱车里面，没有窗户的车里面送到以后，这人下来抗议，这是有组织来的。那么这个车停下来以后呢，就倒了几桶的这个东西。后来他们通过录像查看是尿啊，是尿，是便物，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车里面大小便的，根本没有自由。然后拿到制定好的牌子下去就去抗议去了。 然后遇到了挺郭派，就把人家70多岁的老人家打倒在地，还有一位这个30多岁的女性女同胞打倒在地，而且嚣张至极。这个整个这块的警察19区的警察也都震呆了，说美国的自由你可以在第五大道，你莫名其妙的抗议，这是给你的自由和权利，可你们中国人跑到这儿来，竟然是领事馆背后组织。 啊，他们怀疑是领事馆组织和华侨所谓侨领组织，那竟然跑到美国第五大道，川普总统距我家100米啊，120多米，在这个第五大道的核心领域，公然的人用这个非法移民，用这个黑箱车拉走领事馆付钱，侨领付钱，倒在马路上粪便，然后组织打人。 这个简直他们是震惊了，这个我看到了这两位被打的女士心情很难受，再次表示衷心的问候。稍过一会儿呢，推筹会的领导啊，也就是我们郭宝胜先生啊，受这个推筹会的委托啊，还有这个赵岩先生啊，马上到纽约了，正在开车的路上，这个去医院看望两位同志，去问候你们，看看你们需要什么帮助。 啊，文贵竟全力以赴的协助，这个事情啊，已经成了真的国际的大笑话。中国领事馆、中国政府，还有这盗国贼们的这个丑恶嘴脸，这是在纽约是丢大发了。除了文贵一再的郭三秒被强奸，强奸他人，然后这个诉讼缠讼，成了法律界的笑话。然后又是什么这来告那来告的，成了笑话，自抽自的脸。 这个国家到这个程度，那简直真的是咱们国家出了大问题了。这是完全不懂法律的人，不懂法律的人，连一条法律课没上过，管政法、管公安的结果，国家之难，法律之难，啊，这个该停手了，啊，该收手了，啊，否则的话，这是14亿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看不下去了，啊。 昨天这个各方面给我这个发来的信息啊，我希望本来今天啊，我这有十几个题目是要说的，这些题目其中的大家让我放开他们给我发来的视频，让我放他们的录音啊，还有放他们的语音，我今天本来都有，还有一个今天要放这个我和孙立军先生啊，这个通话的录音，还有这个老领导林彦平先生的另外一段录音。 这都有准备好的，那么今天本来准备3个小时的直播，但是刚才，对不起啊，因为我家人那边一直在给我联系，我这我必须得听一下。你不，我告诉你不用说这个，我正在节目上呢，你会再一次的，你会被骗，咱不信，走着看，你还会被骗呢。现在你们是道德绑架啊！我再让你绑架最后一次。
真的是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刚才这个是我六哥给我发来的信息，我们全家弟兄十个成活了八个，然后现在活了我们六个，我们没吵过架，没红过脸。昨天我五哥在我上节目前给我说，文贵就算这兄弟们都给你跪了，求你了，为了这些员工，为了家人。刚才我六哥这又跟我说了，又来了一句从来没说过的话，说你不想让这些家人啊跳楼自杀，不想让员工的家属自杀啊，你就今天你就不要再报了。但是我知道啊，他们一定会是这个，我这家人们一再一次的因为他们天真愚蠢被失败，但是我必须得答应家人，所有听友们今天非常抱歉，我这个节目真的是不能今天按照原题目原爆料都不能进行了，我进行不下去，因为我必须得要我的家人，我必须得要我的员工啊，我当然我也要维护，我要承兑现我所有的承诺，但是希望能理解文贵，文贵是人不是神啊，文贵的过几条不会放弃，文贵的这个爆料之路会走下去啊，这个请给我一点时间啊，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们一起来验证，一次次验证我们家人的懦弱，我们家人的天真，和我们家人的这种跟财富和现在我们的理想无法匹配的境界，我只能这么说。还有我对我的员工的家属们，刚才我哥说员工的几个家属们现在都要跳楼自杀啊，我不能在这儿说我还要报啊，他们死活我不管，那真自杀了，那这我的一生我也没法活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个呢，我在这要说的事情就是那个告我强奸的我女助理马蕊女士啊，哎，一会儿过一下把 Twitter 上面我关于马蕊的全删掉。这个非常，昨天呢是因为很多推友的要求，谁是马蕊，怎么回事，各种人都收啊，要人收啊什么样，我说你们不要收，因为马蕊一开始公司配给的手机都留下来了，电脑也都留下来了，因为他自己是跑了啊，所以这东西他跑掉了，东西也就留在这儿了，我们已经都做过了司法的认证，司法的鉴定啊，这孩子有严重的精神心理疾病，极不正常啊，这个他在这个残疾院啊，精神病院这个打义工啊，有很多事情后来都找到我们说了一些事情，我们都是惊讶的，他不是一般的这个精神不正常，而且他回国我们相信是被专案组盗窃贼给诱回去的，然后呢所谓的当时这个到这来工作也是被安排了卧底潜伏的，这个孩子我很担心他，不管如何我担心被他们利用，这孩子自杀或者被他杀或者被推到楼下死，这种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他染上了跳进了他完全无法承诺的一个这个黑暗的漩涡事件当中。我在此呢这个希望他的父母啊，他的父母也都是跟我同龄的人啊，他父母跟我是同龄的人，希望马上保护好女儿，马上做好心理工作啊，你该告我告我，该配合他们配合他们，不要停，无所谓啊，真相终于你们会明白的，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马蕊孩子给害了，毕竟当过我们几天的员工啊，我们大家都很担心啊，因为他是精神不正常的人，被这些人利用，现在希望他都能安好啊，平安。关于下一步爆料的事情，请看我的推特吧，请看我的公告吧啊，我在这儿就是这个今天这个爆料呢，就是只能是终止了，不能往下继续进行了。那么一系列的料呢，这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有点错乱了。现在尊敬推友们，我只有在你们面前真实，是对你们最好的尊重啊，请理解我的员工的家属和我的家人，还有这个事件，还有我还是相信习主席，我相信习主席最终会给全国人民、全世界关心中国的人民、全世界的朋友们给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解答案，一个公平的答案。还有我已定于啊下周末，也就是说大概五天以后啊，有文贵的
一个重大的身份的公告啊，我的律师团队会回答所有的问题啊，到那时候专门一集文贵的公告，到底文贵签证有没有问题，文贵向上大家出示文贵在美国纳税人的身份和受保护的身份已经得到了相关人的这个承诺认可，会和我一起啊向大家公布，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文贵。就所有收到了大概6000多的这个推友们的关心文贵的身份的问题，大家不用担心，不会有任何问题，那是盗国贼们被骗和他骗全世界人民骗所有推友的手段啊，这是他们的悲剧啊，这个我到时候会证明给大家看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整个这个第二季啊，第7集的爆料啊，关于孟建柱书记孙立军先生的爆料，这个稍后我会通知给大家啊。不管如何，随时我会向推友们保持着我们信息的沟通。今天的爆料向大家说一声万分的抱歉，我只能到此为止。谢谢所有的推友们，谢谢所有的微友们和朋友们，为了我的员工和家人，为了我的家人，也为了推友们和我一样的家人啊，为了我们的长远的计划和未来，请你们理解，谢谢，万分抱歉，万分抱歉，谢谢。